咦，点解手册封底嘅图案咁特别嘅？呢张系心意卡，可以送俾你身边嘅亲友噶。几时送先好啊？世界牙医联盟将每年嘅3月20日定为世界口腔健康日，提醒大家要关注口腔健康。所以在当日，各位小朋友可以在卡上面填颜色，然后送给你身边的亲友，提醒他们要关注口腔健康啊。好啊，我要送给爸爸妈妈，我要送给爷爷嫲嫲。